爸，嗯，你现在还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啊？不喜欢。理由呢？我不喜欢不吃香菜，而且还不能吃辣的呢。你每次喝多了还我去接你，我照顾你。重要的是，我每次出门，我虽然很乐意，但是你都不能等等我。讨厌四月份的金牛座。这就是你的理由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不是安，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在一起？我想和你在一起。不能。为啥呀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，如果我们再在一起了，再分开，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了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做朋友，我想复婚。你离婚的时候想什么了？哎，我后悔了。把手伸出来。啊？把手伸出来。不是你这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